以你的意思说是因为没有人来申请。是啊，就来申请。好，所以就是如果唾液的部分，欢迎到卫福部去申请 EUA。是。所以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没有人来申请的问题。现在快筛试剂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叫做就是用鼻腔的，但是因为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因为戳鼻害怕，还有一个呢，鼻腔膜它的鼻膜比较薄，一戳就流鼻血，这都会影响到筛检的一个准确度。所以其实家长一直在问说，国外除了鼻腔之外，有多样性包括唾液的所谓的快筛检验，那而且两岁以下孩子现在不能用戳鼻式嘛，可是呢又看到新生儿有确诊的状况，这都是爸妈非常关心。所以能不能请一下薛次，我们到底哪时候会开放比较是多样性的快筛选择，包括鼻腔之外，唾液或是有人说什么放在这口腔的口腔膜的部分，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东西的话是要有科学证据的，所以会必须要经过我们的 FDA 的审查。但是基本上真侪国家拢在用啊，国家拢在用，大家拢在用，哎，变咱台湾，哎、欸，那我能不能请问一下？台湾申请啊？那你不，你入境的不是也是用唾液吗？对，入境也是用唾液啊。他那个有经过这 EUA。是啦，但我就说，你们如果说可以，那大家当然就来申请嘛。所以你的意思说是因为没有人来申请？是啊，就来申请。好，所以就是如果唾液的部分，欢迎到卫福部去申请 EUA， 是就可以让大家有多的选择。好，这样就那就是让就是厂商他可以自己去来申请 EUA 了哈。所以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没有人来申请的问题。好，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希望有多种选择。再来，我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一下，在国会质询的时候，卫福部是告诉立法委员林益华说，欸，不是他们不进口，是没有厂商来申请。说这句话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在4月27号。可是呢，在4月29号的晚上，也就是呢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就突然核准了一款唾液快筛进口，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可是大家怀疑的是说，欸，怎么只有一款？这间公司的来头是不是特别不一样？于是经过简易的查询，就发现这家福佑达公司，它基本上就是呢疫情产业链一条龙啊。有网友就爆料说，他当时去桃园机场做 PCR 采检，一次要多少钱？5000块。上面检验单写的也是一家叫做福佑达的公司。再来呢，福佑达跟高端呢是互相有，应该是有持股的这个关系哦，所以也被认为是所谓的高端大股东。里面的这个福佑达的代表人陈旭文呢，跟这个陈灿昌哈，那基本上他们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那陈灿昌他就是陈灿坚，他就是那个福佑达的创办人哦。那他们在过程当中，在以前哈，他们在选举的时候都会捐政治现金，政治现金几乎清一色都是捐给绿营的，好，包括谁呢？张宏禄，包括黄伟哲，还包括吴怡农，都是他们的政治现金的捐献对象。那大家就发现说啊，原来这个产业链也跟高端疫苗有关系。现在又再加码所谓的唾液快筛试剂，也只有他们能够进来。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快筛试剂，反对唾液快筛，认为这个快筛有问题，因为福佑达只是代理。但是我们好奇的是说，如何有这样子疫情产业链，从 PCR 到疫苗到快筛，都是跟相关的公司有密切的来往，就他们最快。你们知道吗？跟政府做生意吼，要讲进一个代理，过程当中来来回回，你说几个礼拜算短的，几个月算中等的，甚至上一年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可是这家福佑达他代理进来的试剂，就一天半的时间就直接进来了。那我们好奇的，我们打上问号的是，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厂商在去年曾经送过件，希望能够进口唾液快筛？因为唾液快筛这个产品在其他国家都相当普遍，所以大家看到台湾没有，自然会有人希望能够代理嘛。那中间送件进来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我就有问到一家企业，他告诉我说，在去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有找上了一家台湾的厂商
说希望进口他们的唾液快筛试剂。这个唾液快筛呢，这家公司早就已经在其他的国家有上市了，不是正在研发中的产品。当时在去年十月，厂商就告诉他说，有，我们已经送件了，应该很快会过吧。但是到现在为止，完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们就很好奇，4月27号在国会回答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没有送件，所以我当然无法审，这个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过程当中曾经有人在去年就送件进来了，但都不合可他，一直到现在一天半的时间突然快速去合可了高端产业链之一的这个福佑达公司，那难免会让大家觉得说，哇，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心心念念想着你要怎么赚钱吗？再来我要讲一个福佑达跟高端的关系有多密切呢，他们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就是呢，在内湖的某一个生技的大楼里面，3楼跟4楼是福佑达，还有包括他们还有卖益生菌啊什么相关的产品，7楼就是高端。所以你说这个陈灿坚他们跟这个陈旭文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高端跟福佑达的关系有多密切，这个不言而喻。为什么要在同一栋？我个人觉得啦，开会比较方便嘛，3楼、4楼、7楼这样子，大家见跟一些立法委员、重要人士见面的时候比较方便嘛。所以为什么疫情产业链在大家都苦哈哈的时候，你没有超前部署去邀请各间不同的唾液快筛的厂商在事前就进来审查，通过1家、2家、3家让人民有所选择，而是不管你的 PCR， 不管你的疫苗，不管你的快筛，都是跟高端有相关。我们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这个比较大的，好，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这种办公室很多，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放在你自己的桌上。哪里买呢？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记得输入优惠，马上就给你折扣。